茶树菇炒肉按我的方法做，又脆又嫩，特别好吃。这个茶树菇品质非常好，先用温水浸泡一下，再切断备用。水开下，茶树菇焯一下水，油热放五花肉，再慢慢炒至金黄，下蒜辣椒料酒酱油一起炒香，倒入茶树菇翻炒一下，最后放蚝油盐生抽酱油青椒翻炒均匀即可。茶树菇吸满了肉香味，嫩嫩的，非常好吃。